之类什么，突然，哎呦啦，阿金嘛，怎么了？干嘛哭啊？干嘛哭啊？真的假的啦？不知道什么，突然装，哎呀，当然，你今天想要特殊一点，你里面就是穿比较中式的衣服。他们两个主要就是 muscle 都太大、啊。如果像你的体型，我有很多中式的西装、嗯，就是这上面都是刺绣特别定做的，嗯、又符合我们的客人他想要比较混搭时尚一点，但是。因为你们两个真的是太壮了，对，一看我就知道你们那是不行的。对对对，你都穿比基尼是不是？对。感觉差一点东西，不知道差什么。还是你要斗篷？他想要嘻花一点。哦，斗篷之类的，就是感觉要披肩差一点东西。他喜欢嘻花。那披肩就是他在拍一些视觉效果的时候，可以拍几张那种感觉啊。啊、就是用。他是可以戴上去，然后又拿起来的啦。哦。他不是。固定在衣服上面，也不一定哪一件衣服。哦，它、哦、就是只是披上去的。对，它就披肩。哦，是分开的。对对对，那个，它只是披上去。对，但它肩膀很宽诶、欸。感觉这个是要给他披耶。这个很好看嘞，那个红红很搭的。哦，对，它那个红比较搭。它这个颜色就有一点落差感。对，这个不好。你这个你的、這個、好。好喜气哦！他不用穿，你可以穿穿看啊，没关系。那你们等他一下下。还是你穿这一套，然后你这一套脱给你穿。我穿这套吗？对，他是。走，走吧，红地毯嘞。Drunk 好看吧？好看，超好看。你喜欢这套？你选好快啊！嗯，耶！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哇，其实蛮重的。我很喜欢诶，超爱。可以，我觉得红色。我们决定好一套了。流眼泪了，老板为什么流眼泪？他刚才拿夹子夹我的肉。哎呦啦，阿金嘛，是装，哎呀，哎，我突然想哭哎，不要好不好？不要，求你们，对呀、啊，求你们，我怎么要哭啊？好，这样很好哦。哇，你好会写哦，你为什么会写这么难的字？你好会写字哦。
第一次看到他哭，他的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。我女儿把你带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女儿长大了，以后有什么矛盾解不开的时候，麻烦你不要自己修，请送回原厂，我帮你修，他安装。当然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的杨林可以这么漂亮，这么风风光光的站在这里，身旁最感动的莫过于我们杨林的爸爸以及妈妈了。我们的爸爸呢，也特别特别准备了一段话，将麦克风来交给爸爸。第一次看到他。他的笑，他的难过，不是我，不是你。然后第一次他上国小、幼稚园、国小、高中、大学，带他去上课，不是我，不是你。然后他大学毕业以后，到大陆来找我，我带他去香港、澳门。上海、广州的购物，采购吃美食，是我，不是你。然后他去日本进修的时候，带他去机场，是我，不是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女儿把你带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知道。我女儿长大了，女儿是一直是我们的宝贝，是因为我看，是因为我看你对她的非常的好，所以我才舍得把女儿嫁给你。女儿，今天我要交给你了，以后有什么？矛盾解不开的时候，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麻烦你不要自己修，请送回原厂，我帮你修，他安装。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希望今后你们幸福婚姻美满，天长地久。热情的掌声来献给爸爸，爸爸的千言万语呢，诉说了内心非常非常的舍不得。但呢，爸爸也有听到，看到呢，你对我女儿的真心，代表着我真的放心把女儿交给你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12年以来，我们的永华用他的真心做到了。紧接着是非常重要的交手仪式了。爸爸说了这么这么的多，代表着从现在开始呢，要正式的将女儿来交托给你。谢谢妈妈，妈妈，谢谢你呢，总是把我当成公主般的疼爱哦。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妈妈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哦。同时呢，也转身来抱抱我这辈子第一位深爱的男人，爸爸。谢谢爸爸，爸爸您辛苦了，谢谢你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像太阳般的照耀着我，也像大树般的支撑着我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
It was a real one.